去年我们先进行一个颁奖典礼，那这个奖是比较特别的奖项，就是针对我们的活动跟我们的学生比赛、着色比赛所进行的一个特别奖的特别公益奖的颁奖。我们这个奖项特别请我们云林县政府联合服务中心的副主任，我们的何俊君何副主任来为代表县长为我们颁奖。那我们也请
吃甘蔗糕回来参加。非常年轻嘛，他非常年轻，所以哦，马林先。